明星接过的魔性广告。哒啦啦啦，哒铃哒铃，噜噜噜噜，哒铃哒铃 ，go go go go， 哒铃哒铃，拜拜拜拜，哒铃哒铃，啾啾啾啾，哒铃铃。这是我印象里的杨洋吗？多少有点不正常啊！你到底找什么样子的时候？有我想要的他，怜悯腰细，双腿修长，住的厅堂，进的厨房，白天活的，晚上闲聊，赚得了屁股。张秀君，张一山和无法天女合拍的广告简直太入味。快点打开猫窝 ，girlfriend。看着几丝渺小的形状。奥胖的沙雕广告是越看越上头。What could be next? Footpad on spray. I'm not sure my skin. Go by.生活不易，柴犬卖艺。愿意做我的。大叔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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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杨幂这广告词也太洗脑了。你没事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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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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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徐老师的广告画风更是清奇。霸风有句号。不仅没看到彩虹，还感冒。人生是个冷笑话。吕子乔的肾宝广告还有谁没看过吗？男人要肾好，就要喝肾宝，喝了以后比刘强快，比姚明高，一瓶提神醒脑，两瓶永不疲劳，三瓶长生不老。肾宝味道好极了。徐凯，你这 rap 一天不听难受，听了难受一天。来到 PHA 的世界， PHA 就是我的态度，不用怕发现那么快，你看我实行的走步，我要是你飞的